地公活佛慈悲，真修十念躲劫避难，开启妙智慧，开发潜在能量，让身心得以安顿。求道让人六神有主，能专心专注，开发本自具足无限的潜能，记忆力、理解力增加，学习成效自然改善。再加上真心修办，行功力得持之以恒，一定可以扭转乾坤，改变命运。求道就是开光，头上有光，福慧无量，能躲劫避难。怎么样才可以躲过劫数呢？劫数来是佛会救人，魔也会来害人，魔会发出念波，佛也会发出念波，所以唯有真修实练的人才可以夺劫避难。真修实练的人到时候会跟佛感应，自然往那里跑，救得救。没有修行的人心思很乱，就跟魔的念波走了，就往魔那里去，就遭劫了。求过道的人一代名师济公活佛，借着点传世的手开启了自信中的生命之源，智慧之光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明明上帝的佛光，每个求道人都已经开启通往天国的门户，只是我们肉眼凡胎看不出来罢了。但是仙佛神圣以及无形的一切都一目了然，清楚明白。求道能使自己名字天榜挂号，地府抽定，找到回礼天之路。三宝即是天地的全部能量源头。今天修道要明白你的源头在哪，无论你遇到任何的险阻，这股力量都是领着你走向光明。